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扔掉很多不想扔的东西，比如后面的这个吸尘器。今天可能犯了一个错误，扔吸尘器的地方好像不开门，所以今天吸尘器有可能白带了。先扔其他的吧。啊。OK， 我刚才呢进去问了，然后那个人说呢，在这里呢是可以扔，这个200将近300块加币啊，买了这个吸尘器，因为后期呢实在是用不上。另外呢，我现在没有一个自己比较固定的地方，所以我觉得吸尘器要带不走的话，只能扔掉。好消息，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吸尘器。拜拜。在这两个袋子里放的是我平时盖的被子，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昂贵的鞋子跟衣服，还有裤子。我这里边还有很多加币，但是呢可能近期呢就用不到了，我准备把它存一部分，或者说存大部分到银行，这样的话钱包里空空的，轻便一点。这张纸呢上边写了几个数字，数字呢相当的可怕，大概是7%几。要跟大家讲的是，这辆车呢，我先开这辆车呢，大概我还欠银行16000加币。但是今天我要把我的车买断，这辆车从今天开始就会成为我的车，就这么定了。现在我的银行里只有600多块，666。不过没关系，生活依旧可以继续。今天呢，我将去之前去过的一个地方，当然了，跟一个朋友去。虽然说明天就要走了，但是娱乐时间不能少。刚才呢看到小猫了，穿着衣服跟仙女似的。我发现我的衣服真的是有时候搭配实在是太过分了，真的自己都看不下去了。但没办法，就这么多衣服，等他出来。我们这是要干什么去？去看郭德纲徒弟月月。走。我们去看郭德纲徒弟月月，是我的那个叫什么，我的月月。你是他的粉丝啊？月月是他是你的什么情人啊？这么说的。那我还是不去了吧。啊？为什么？梦中情人。哎，你想不想我？给你拿了个巧克力。哎呀，你怎么知道我饿呀？你饿吗？好饿。哎呀，我还有糖。还好。哎呀。哎呦，这腿漏了。不要这样。也许很多人呢不知道啊，在国外其实这个，郭德纲呢、岳云鹏这个德云社吧，经常会在这个海外演出，然后在这边讲的那个段子呢，可能跟国内不太一样，可能会多一点。然后呢，今天让小猫跟大家说说这个票价，因为我也很好奇这个票价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。小猫，来，我们讲讲这个票价，从最便宜的到最贵的，好不好？来，你确定要让我边开车边说吗？没事，不要紧张。啊，好的，我不紧张。你叫我不紧张。最贵的吧，就是 VIP 票，518，518加币。对，518，好像，但是小月月他好像不给拍照的，然后呢，就不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不给拍照？就是一般 VIP 票他都会到后台去给这个明星一起拍照合影，然后听说小月月是不给拍照的。哎呀，这味儿大，不知道我们待会儿有没有机会。然后最便宜的是48。接下来是78、98、128、158和238，就是二等票是238，相比较一等票能便宜个一半，我感觉一半。那一等票跟二等票区别在哪儿？
一等票能坐在头排装逼啊，就是能握个手送个花是吧？可以的。然后但是其实正经的一等票是可以照相的，我不知道小月月今天能不能和我们照相成功，牵手成功。和你咱们是什么票啊？咱们你猜。二等。我送你的票。哦，对，你跟我昨天跟我说是1000块，那咱是一等票，是吗？开心吗？钱债，哎呀，算了。情债难还，我跟你说。是是是是。这个压力突然大，我从来没那么近看过，我跟你说，非常感谢小猫。你这个不用还，钱是不用还了，可以考虑肉偿。我去健身房，先再练俩月吧，要不然现在这个一次搞不定。你说为什么每次我上你节目，你就把我搞得这么不正经吗？就好像我天天暗恋米哥，喜欢米哥，空虚想要米哥，然后大家都说我是米嫂，可是我这个就是，唉，名不正言不顺呀，难过，怎么办？救救我！没办法，各位如果谁喜欢小猫的，赶紧留言评论啊！啥也不说了，我绝对不阻止你们。对，马小毛是单身万年单身狗。温哥华出了名的单身了，都好几好几年了。行，你完了。咋了？这集你被人盯上了。而且你知道吗，米哥，你知道你有一次暴露我家在哪儿了？真的假的？对，每次有人遇到我说，哎，我米哥看到过你，然后我就啊，你好，然后他就说我知道你家在哪儿。狗屁！我不可能是我暴露的，我跟你说。是你暴露的。然后看到你的，你看吧，底下肯定有留言，大家开始聊说，米哥你真的暴露了。而且你知道，其实这么些年啊，我一直没说，我一直在等那个对的人上门来找我。那我是帮了你忙了是吧？不要，千万别啊！我也就开玩笑说说的，有点吓人。好了，你下个月该准备搬了，很危险的。是的，我相信米哥的这个粉丝们都是和蔼可亲的。对，非常好的，对，真的，搞不好你可以遇到你的 Mr. Right。真的吗？嗯，我就靠你啦。行，没问题。那我就这辈子我不找对象了，我就靠米哥的频道。不是，你少13万粉丝，突破突破再突破，我要达到几亿，13亿，好不好？然后从13亿里面找我的 Mr. Right， 那么大？那可能是三十之后了，估计。30年不要不了30年，你这个速度是可以的。似乎进了一个好像不让进的地方。没有，你在冒险了。没有啊，让进啊，为啥不让进？虽然是逆行啊。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。对，在温哥华的市中心呢，会有很多单行线，所以大家如果走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。我们这条应该奥芬剧院的停车场。有可能没有，就是在马路牙子上。怎么了？在一个地方连续绕了3圈，然后最后找到了停车位。对。找到了一个可以不交钱的停车 parking。 你确定要不交钱吗？不交钱，这公司我没停过，没有罚单，可以随便停。小猫跟我说，在这边如果不是政府的罚单是不用交的，大家觉得是这样的吗？我不知道。你要带很多糖果吗？是的。你有兜吗？没有，那我就直接带个包。你有包吗？我拿了个小包。 OK。然后我们的目标呢就在对面，走过去之后7:30岳云鹏出场，而且据说今天第一排，我从来没坐过这么近过，从来没有。我们走在这个停车场的走廊，闻到一股尿骚味儿，所以在哪都有小便。我能问你一下，刚才为什么要跟他拥抱？发生了什么？好，你再感谢他，是不是不用交停车费了？对呀、啊，我跟他套关系，我说他是那个保安吗？他说是。我说你贴这个罚单吗？他说嗯。然后我说那我的车在楼上，他说啊，我会 take care for 他的。待会儿你走的时候，你不会看到任何东西。我就谢谢。然后我觉得光谢谢不够，需要一个拥抱，就是
国界与国界之间的这个友好的关系的这个桥梁，对不对？那我要是拥抱一女的，是不是会被打呀？哦，不是，如果 security 是小哥哥，你怎么那么香啊？这是一股清香，衣服上的清香。我喜欢女生香水，所以经常会喷一些。对，现在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剧场里呢是不能用这么大的相机的，所以等一下要把它放掉。我可以用手机给大家拍点，如果可以的话。OK。OK, you take that. Oh yeah, we're finally at the Deyun Shi. Happy. I first heard Deyun Shi. My dream is to go to Beijing to hear Deyun Shi. But there's no Guo Dongguan. But Xiao Yu Yu, I'm very happy.太原也有吧？没有，太原没有德云社。没有， okay. 就北京人家有个专门的社。坐第一排，第一排各位。我的爱，手环，手环。谢谢。我也爱你。这么薛之谦。很尴尬啊。点滴呀、啊！这么好笑啊！有文化差异。哎呀，小姐。飞燕，飞燕，飞燕！采访这。被拒绝了是吗？老板蛋儿。花落啊，娇美美的花。
各位，现在是散场，已经11点多了，后边所有的小女生都疯了，然后全在那边要签名。我现在等小猫送我回去，我因为我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了，现在。可是没想到，我一直以为10点钟完，现在已经快12点，然后 GD 在我后面，然后他陪他女朋友来了。大家好久不见，是不是很无奈？是不是很无奈？是啊，我女朋友特别喜欢小月月，就等会儿吧。OK， 我出来了 ，All right。哎呦我去，28岁，你还好吧？非常感谢小猫今天，哎我真的没有你没有今天了，真的，而且明天我就走了。好的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再见的。一定的，等你回来。好好保重啊，拜拜。Your feelings, the city's screaming, we're not coming home tonight. We're living quick in this world, gonna get it right now. People talk and tell what you wanna hear.